哎呀呀呀、这里没人，就在这儿解决吧。啦啦啦啦，哎呀呵，过去一个什么呀，我去瞧瞧。慢点慢点，哎呀，跑得还挺快，我都追不上啊，累死我了。这是哪儿啊，好多窟窿啊，我得慢点走。这是掉下水道里了，我跳，我再跳，哎呀，太高了，上不去呀！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大虫子！大虫子，吃我一脚，再吃我一脚，踹我一拳，打不动你！竟敢打我，吃我一屁！不要我！一个屁又给我崩出来了，不错，挺好。注意！看着点啊，把我都踩扁了，你这个不长眼的。哎呀，还挺热。猴哥，猴哥，干嘛呀？带你去看马戏团呀。哪有马戏团呀？你往身后看看，那不就是马戏团吗？哦，还真是啊。走，进去瞧瞧呀。好，我们去瞧瞧。走进剧场，人还真不少啊。我得找个地儿，就这儿了。哎呀，好，我就坐这儿看了。演什么呢？那家伙看起来挺眼熟啊。猴子踩高跷，狗熊玩跳马。哎呀，他们好厉害呀，那又演什么呢？猴子倒立。厉害厉害，猴哥，看看人家猴子都会绝活，你会什么呀，笨蛋。你竟敢嘲笑我，太伤自尊了，我再也不和你玩了，我走，我回我的花果山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哎，猴哥别走啊，别生气，等等我。好多巧克力彩蛋呢。来人了，把他们都装进罐子里了，全都收起来了，他自己倒吃上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瞧瞧。哎呀，这个罐子不高，我跳进去。哎呀，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，我也得吃。真甜呐，好饱好饱呀，把我巧克力全都吃了。满足被发现了，别把我盖起来呀、喂，干嘛呀、让你偷吃，你快放开我。哎呀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，能不能放我出去，我再也不敢偷吃了。快点放我出去吧。不要啊、不要啊。这是给我扔到垃圾桶了。来人呐，快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呀、那小孩干嘛去呀、我去问问。喂，小孩干嘛去呀？去旅游啊。哦，好，走吧，我跟着你走。打开小汽车，装上大皮箱，扣上车盖子，走喽。你坐车，我跟着后边飞。哇，一天晴空万里呀、这么快就到酒店了。放下箱子，站在落地窗前。好美的风景啊，你自己看吧，我都飞累了，我得歇一会儿。喂，给我口吃的吧。一个大鸭蛋。你不吃啊，我自己把它造了。真饱啊，他那儿睡觉了。我也困了，我也去休息一下。他往那儿躺着，我找个地儿躺会儿。这儿不错，往这儿凑合一宿得了。这一觉睡得真香啊。他那还睡呢。去把他叫醒。睡得真香。我在跳。喂，小孩你醒醒，他别再睡了你。可算起来了，赶紧穿衣服吧。快点儿。
穿好衣服，出门玩喽！哎呀，妈妈，我要吃驴肉。好了，儿子，咱们现在去买驴肉火烧。好嘞，我们要买好吃的去喽！穿过蓝蓝的大天，还有高山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，等着我呀！驴肉馆，进去看一看，转一转，有啥好吃的赶紧点。哎呀，好快呀，这就做好了。走，回到小车上。哎，我们找个地儿站住。哎，快点掏出来，我尝尝。儿子，给你。全给那个小孩了，他准是没听见我说话。我凑近一点儿，哎呀，喂，小孩，给我来一口，就一小口就行。啊，还真是一小口啊！凑合着吃吧，太抠了，再也不跟你玩了。生气。哎，大橘子，哎，来人了，耍什么呢？这是。好长的一根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得过去看看。我看看这是啥。哎，怎么还动呢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原来是快被它吃光了。不行，我也得尝尝。真甜。哎，它快吃没了。喂，我还在上边呢，别吞呢。哎呀，又被他吞进肚子里了！哎呀，可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要跳个舞。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呀哈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高啊！把它打开了。哎呀，我上去瞧瞧是什么。哎呀，一面饼干一面巧克力酱。哇，这根饼干好长啊。哎，别捅我来呀，你看着点啊，别动啊。哎呀，给我杵到这酱里了。哎呀，好黏呐。哎，崴起来了。喂，注意点，我还在上面粘着呢，别吃啊。这个不长眼的又把我给吞进来了。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